今天星期天，然后呢就打算出去买杯咖啡，然后在路上已经看到有很多人排队吃那些 barbecue 啊，餐厅那些都有开了，然后很多地方都开始开门，然后也有在排队在门口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蛮担心的，所以还是在家里吃。那除了就是会买点外卖，偶尔吧会买点外卖啊，买点饮料啊回家吃，或者是到公园吃，对，基本上都暂时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。刚刚去了85°C， 然后太多人排队了，再要选别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还蛮好喝的，对，我们平常也有去。然后现在呢就经过这个复原区，哎，如果我啤酒好了呀，给你们看看这边的复原区，好漂亮哦。来到啦，来到这里，去拿我的杯饮料。这个小区之前还蛮多人的，现在比较少了，哎，还是很多人在排队。还是有些人，这边还蛮多人的。Did you want a separate napkin? Yeah. A separate napkin.I'm going to have you step back to the blue line. There you are,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Hello. This is quite beautiful. Hi, Mr. I love coffee. Beef coffee, it's very good. It's the most delicious meat.来试一下，好久没喝了，应该有一个月吧。嗯，好喝。它加了 mint 的味道，薄荷叶就是感觉很清凉，口感很就是很滑，咖啡的味道很香。它是原味会比较好喝，如果你本身不是很爱喝甜的，你叫它少糖的话，它可能味道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所以买的话呢，最好叫它正常就好了。嗯，好喝。看一下吃什么，在吃什么？刚刚在这边买完吃的，现在出来这边等吃。我们等了很久，等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结果他们说，其实他们还没够我们那个，然后我点了那个饭。他说已经没饭了，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排。然后呢，也没关系啦。最后送给我们一个包，对，一个包。我们终于找到地方吃东西了，我们又回到这个公园来吃我们的 brunch。那谁不应该很吃？嗯，好香啊、哦！有 smoke sandwich， 还有这个看不看得到？这一块一片12块，好贵。
下次直接去 Costco 买这个 smoked salmon， 一盒有很多片，还比这个划算。嗯，我吃到差不多剩下一口，我发觉它这个 toast 是用那种法国面包，就是叫什么呢，叫 sourdough， 它有烤过，所以那个边脆脆的，吃起来比较好吃。但是呢，平常它没有烤过的那种，就是没有烤焦旁边的话呢，就正常直接切开来吃沾那个牛油的话，有另外一种风味，它吃起来会有一点，有稍微一点点酸酸的。但是它那种去沾那个是不是叫 olive oil， 还有那个法式的醋，吃起来很好吃。像这种它有烤过的话，做成一个这样子的 toast， 吃起来又不同的风味。我要把它吃完，我要把它吃完。然后里面还有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cheese， 好像没对焦得到。它好多 cheese， 它放的 cheese 还有那个黑芝麻、白芝麻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呢，芝麻，还有那种很小很小颗的那个籽，我忘记叫什么了。那个籽好像你去吃韩国的那个猪肉汤、猪骨汤，它会放这个，应该他们也是叫芝麻籽还是芝麻叶的那个籽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还蛮好吃的。还可以呀，你看好可爱呀，现在它出这些公仔好可爱哦，比之前的可爱多了，你看有没有。还有这个 cupcake 超可爱的，我又想买一个回家了，我是娃娃控。你看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然后这个兔子好可爱的，你跟他偷偷手嗨。然后还有鸭鸭，不是，这个是企鹅，好无辜的样子。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哎，也不像哦，是西瓜吗？西瓜又不是，好可爱的。哎呀，还有冰淇淋啊。看这个冰淇淋是不是好可爱，之前没看到啦，就是这些啊，好可爱哦，好想买哦，怎么办，都想买回家，家里没地方放了已经。我家的猪，我家的佩佩，嘿，就是我家的那个比较可爱。我今天晚上会在家里买晚餐，买那个 Hawaiian barbecue， 然后刚好经过有一个坐在那边的人，然后问我可不可以买个饭给他，然后他叫我买的吃给他吃，然后我们就在外面等了很久。现在的世道很不好，大家都有些也没有工作，有一些的话就公司也开就是暂时停职，对，大家上班啊各方面也没什么收入吧，除了政府会给一点补助之外，但是真的说真，那些补助也不算是很多。然后我们就决定买一个吃的给他，因为其实在美国很多人都，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装是没钱在路边坐着，唉，但是看到他这样，我们就决定买一个吃的给他。好了，我先叫水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了，我们走啦。